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无论遇到任何代志，只要因缘具足，咱就应该把握机会，接触生命，服务众生。咱爱平等无私地慈爱一切众生，但爱一切众生并不是建立在男女有梦想的爱，而是建立在念恩报恩的心态上，应该爱以这样的平等和真心来慈爱一切人一切生命。咱每一天爱不断培养感恩和慈悲的习惯，对上咱爱常常怀感恩和虔诚，对下咱爱完全的慈悲和奉献。整个佛教的修行，就是不离开感恩和慈悲这两项原则，也就是初步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咱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就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关爱。
咱所处的世界，至少会当做到人人慈悲为怀，不做杀业，社会自然安和乐利，马甲道平劫永远绝缘。咱所处的三宝世界，将会当远离斗争、紧张甲灾难的氛围。善好咱的心，唔通好心走向不善的念头中，好心向着光明，人生也将光明一生。学习慈悲，也必须对实际奉献和付出，才会当体会慈悲的可贵。做一位佛教徒，失去爱的动力的时，也就等于失去学佛的意义。咱看到真善良的人，内心也会感觉到真爽快，因为一个人的心意义会影响到他人的感受和环境。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精髓，更是众生安乐的源泉。要安怎培养菩提心呢？
首先要对一切生命怀有慈悲心，进一步阁要对一切生命升起责任感，最后对伊自发爱具有康盛的智慧。凡夫修持这三者，渐渐咱将会当圆满真实无为的菩提心。咱爱不断地庄严自己，让自己三业充满慈悲、光明，甲为众生服务的力量，以此改造生活，改造生命。念佛当下就是佛，如果我们的心可以真切地安住在意念符合上，那我们当下的心就已经展现了佛的智慧、慈悲和力量了。即使是世俗男女的爱情，也可以凝固成一股力量。这股爱的力量无法度只对书本中吸收或者是学习，必须由实际经验中历练和成长。生命本来就是变化无常，无论人生是不是有伟大的成就，事业是不是有成功，只要咱的心会当无离开慈悲心甲菩提心，
不捌离开其他的正确方向。事情本身不一定必须成功，因为过程往往远比结果重要。自私的爱会覆盖了咱本来的佛性，也会将无私的悲心来消灭。咱来以爱自己子女、自己父母的心情、方式关爱一切众生，安尼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，嘛才是真正的慈爱。如果咱对于他人也可以有感动心受的直感，自然就会将爱心扩展到每一个生命。咱修身爱将自己所感受到的苦经常在想看卖啊，深刻地体会生命的痛苦，以此来培养自悲心。这份自爱众生的心量，就是生命喜悦的源泉。当然，以喜乐的心透过外在的慈悲形象关怀每一个众生的时，一切生命也将以善意甲微笑回应咱。那安尼一直来，世界将会当以此良性的循环，共创美好的人间净土。
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就是佛教修行的上高阶段。咱常常讲慈悲，但慈悲要对倒位开始，就是爱对平等做起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我三十而立，我三十而立，我六七而立，我二十而立，我们四十而立，我五十五而立，我五十八，我七十八而立。预立医疗决定，不是等待死亡，而是到生命最后一秒，也要好好活。我四十而立，预立医疗决定，安宁善终，为自己而立。老大，我们扛了78年了，室内滴水，墙壁裂开了。快了快了，新超峰寺正筹建中，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，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，加油啊。是的，他们是新超峰寺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。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，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，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，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。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，飞檐翘角，人精神抖擞。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、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。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，雕刻线条清晰明快，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，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。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，右手成拳，左手包住以示善意，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，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。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关圣帝君，再近一点圣君对你微笑呢。
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，是祝祷，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，保存价值极高。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，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，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，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。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，可看出有下陷状况。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，蒋觉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，细腻精致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。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，延续观音慈悲愿祝佛殿。邮政话拨00448584，00448584，户名新超峰寺。电话07-631-2291，07-631-2291。修习禅定，欢喜涅槃极境，正念正觉的佛陀，诸天也敬爱。佛陀永远保持在定，就是无分别、无烦恼。那天地佛高阁的大心就是圆满菩提心啊，所以欢喜涅槃极境就安住在空性啊。看他然后大印大风安那吹哦，佛陀就像海底静止的水一样，这个叫静止的流水。啊，世间安怎变化，佛陀的心安住在空性，啊，所以保持这个正念正觉的佛陀，哎呀，连天人天神都敬爱。所以各位真要紧啊，你若发菩提心，真正的修行，你世间的福报你变欢乐，天神特刚嘛来给你供。啊，特别各位今嘛，各位奉行，各位烟供超多，一代鬼神升天，就算一无升天，你嘛成为伊的大施主。伊嘛做你的大护法，诸天都进来，安尼你的话说度足侪众生。